吃槟榔。我不要。哎，滚！这个呢？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我就是要。嘿嘿，我真是个傻逼。语不语音？喂，语不语音？要不要交流的？用 TS 能用？频道给谁呢？全程用 happy， 然后呢？服务器已连接，下来听一下。喂喂 ，OK 不？哎，一点都不卡，牛逼，牛逼！你他妈是上过学吗？现在不是你太夸张了呀！刚才那个 download 你不知道就算了，你用 happy 你也不会拼，你无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理你吗？因为你跟我们不在一个频道。发现你的 B 麦，求你了，你先把 TS 的，你先关了你。阿伟，我求你了，阿伟，我听到自己说，我走吧，左边脸上车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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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边脸上，哎我操！左边的车看到没？这边带一个游戏语音的。你在游戏里吗，兄弟？对，游戏就是个人啊！哇，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，无敌，好吧 ，TNC 一年坑比一年强。往三楼观众聚呗，应该全楼。三楼楼顶，楼顶，楼顶，打不着，你打死我得了。兄弟，加快点！喂喂，上一队，归我的救，哪里还有？我操，这个波塔现在就死了。什么？这三太快了。这三很快，兄弟，时机准，兄弟，时机准。波塔现在就死了。时机准。我准吗？啊、绝对是你准。阿伟，跟延迟没关系。你声音又没了，兄弟。我刚刚把那个人，不，我操，兄弟，等一下我打嗝。你在说什么，兄弟？我打嗝。兄弟，我有点听不懂。哇哇哇！今年更强啊，爆强了！兄弟，谁开的车？兄弟，围墙打三枪，打你妈三枪就打到一枪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地方。打二三标吧，撞他了。三标，我右开，往右开。左边都有，我操！别挡我，扎个一标，结果连了，他就在那个楼。哎，跑了四边了，你倒了，你都给倒了，哎，挂，打不到，作弊，回来，架着呢，别吵，倒了，天师第一好爽啊，打，别是我们打的准，兄弟，他很来劲，你知道吗？围墙还有一个，我操，真的假的，兄弟，老子又被打头了，连接都烧准了，这些人真的假的，哇，兄弟巨准，厉害，我还先敲了他的头，兄弟，别救别救，我操，要救四个人一起救啊，这协同无敌了，我感觉有了。对那个围墙还有一个，这个看不到你太矮了，那给他录下来了，哎，开车撞他，走走走，我上二楼了，还是没了，把你往倒了，刚才没有人，给我头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翻下去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感觉不像打我这个。二楼还有，不是下面有两个，上面有两个，他们两个都死了吗？有两个，他就轻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死完了。嗯。头上还有一个。刚定过去。滴滴滴，我到了。
就是，怎么又能倒呢？他能死啊！好强啊，哥哥！我不倒了。太能死了！我舔的丢包，各位，等我一下。好飞，豆豆，别干，有乌雷。这是我的大厅。楼里狗是不是有东西？这没死。你看，我都说楼里狗有人。哎，我听错了，我以为说楼梯口有人。还有一个，哎，扛，快扛！林子，我救你。OK。要被他整死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！我操，你看你怎么能在抽搐啊？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！作弊，作弊，作弊，作弊的。别急，别急，帮你礼物那个伞。作弊了。礼物伞。有画面了，现在顶级功劳。谁的伞？我的。已经有画面了呀。有画面了吗？有了。对，那卖点一甲了，兄弟。你连狙真跟我差不多吗？兄弟，我在 ADAD 走，不然打不出去啊。那你点到了吗，兄弟？哦，我点到了吗？那好是尸体吧？个人吗，兄弟？哦，这是个尸体吗？我看你打人不暴血，兄弟。我吗？嗯，我不是点死人了吗？牛逼！那个人不是我点死了吗？刀，你点死一个，我点死一个，好吗？我点死那个再救，继续看回放。兄弟，我被点了，兄弟。兄弟，你信号弹留着下把打呗。人呢？我操，兄弟，我这里一万个兄弟。跑，都跑炮楼了。不，下炮楼。兄弟，我这连狙有了，牛逼！不是。别接，别接！他有点狂野了，兄弟。不是，这狗咋有问题啊？不是，烧个火，他不就出不来了吗？就得玩枪。哎呦我操！来，你出来来。我出来不了，我架。微微，别叫了！哇，真他妈菜！爱主，我打不过爱主。哇，真菜！我操，兄弟！哇，弹道编组，你就拿你的连狙撅吧，兄弟！我突然想调整位置，你去扫位。行，你往前点吧，咱俩公平公平好了。就我俩刚才操作，你叫我俩去。那伟伟在干嘛呢？压力很大，不说话了。兄弟，咱们三级套舔赢了，我怕你被一枪爆头。也行，我操！PUBG 最菜的群体，挨一组都打不过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别管，就在车后面了，这么多。很会倒。你在打比赛吗？要不然怎么办？我以为你会停那个车，直接干那个右边。对对啊。要被撅死！这显示器是看着，还看不清东西啊！我说真的，我也说真的，有点看不清。右边的干了，左边，对。说实话，我又没声音了，吴波。我那个啥的，哇！哎，左边露头了，看右边的。看不清楚啊，大哥！就得狙着他，将军的。我把那个桌面的那个拉满了。一堆了吗？后那边没人了。坑你！现在好像是1-5。说实话，我肯定踩到前面那个踩到前面那个我无敌了。哇！哎呦！你是不是狙完一枪，赶紧把镜头切回来？
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中没中了。怕被打呀，我害怕，我胆子小。哦，兄弟，兄弟，哎，打比赛的这边，要，太丑的，我操，兄弟，点点还要打我兄弟，这队绝对打职业，打职业的，好专业啊，专业的，好他妈专业啊，哦，不对，兄弟们，这把能不能吃一把，打久一点也行，什么意思呢？操，别给我盯到下面去了，已经记了。赵总，他突然反应过来了，兄弟。我刚刚第二号这样说的。啊，我另外一个号已经定了。来分配一下怎么跳。没事，我可以去外面，你们搜个。不用。别客气啊。还有就一次，就一次机会的。一般是这样是吧，黄线。这里要拿个车，这里二边有时候要出去。看他们有车就出去了。你有朋自远方来是吧？那这个西仓是谁去啊？西仓得做事的人去啊。做事的人去。我们这有做事的吗？有啊，伟伟啊。做事的人去啊，做事的人去。有人吗？有人？有人？有车，但是没看到人在哪儿。对，撞过来就知道人在哪了。哇！我操！哎，我黑了！我操！我的妈！我操！我真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快进！上！有了，我感觉有了，我不敢想，我真的不好评价。我感觉有了，哎，出去，越来越有希望了，一年了。哎，有飞机，飞机上没伞，四个人，刚才我看，哎，落了，跳了，兄弟，右边，跳右边了，往这上跳了，往这上跳了。我感受一下我们的火力车，感受一下呗，贼猛，我跟你说。右边这个地方，右边有个人，哎，边部撞了，哎，边部哪？右边在哪？我看见了，他跑下去了，个人，他动脚步啊，这都走了，这个人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可能往大野区跑了，大野区他们能看到这些的，哎，警察黄军，开车撞一点，我撞过去了，能加吗？没加，都在车上，我滑野过去了，加呗。到了，我们三个撞下去，滑下去了。我抽了，我这俩，简单的都倒了吗？点到门口，简单的一打儿。兄弟。你干啥了？打一个，他干啥了？我不知道干啥了。他打的学你那个天际跳伞，啪！我不懂，我不懂。哎，你看看吧，伤害最低的我也不说了。这样的没办法，拼 C 有了，习惯了。哎，都没凉透就开始对我上压力了。没，可以的，我们回去了。这是没找你叫签名吗？没，我们过来就在四排了，没空在外面待，没在晃悠。我为他要找也是等我比他打完好吧，现在也不好打扰我。打完复盘，打完复盘，复什么？复转个盘。让我看看你有多专业好吧？之前刘帅给我们整了一大本，兄弟。我都不敢想，虽然我感觉没什么屌用，好吧，但是很专业。他跟我们说，冰冷的语言。他跟我们说，这个队、那个队、哪个菜，这个队的菜逼是谁，大哥是谁？你可以叫他啥？可以给我们来个那种简称啥的。刘子，这个是刘子，跟他们打的时候小心。嗯，你打的时候谁还管那个？嗯，一大本啊，兄弟。这个人他们对着大腿，你把他杀了可以随便冲了。我以为是做卷子呢。要做卷子的。房子里面。就一个人啊。枪口吗？给我整一个。空投掉。我来开呗，你太累了。哎，我来开吧。开网嗨了。
不，打 Z。没，我在检查你们有没有电击枪。我操！所以你看到了吗？谁看屏幕了？你把电枪扔了，要不我不开了。不开不开。马不要了。没射到，兄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射到？我射到哪了？我们三个有这个大仓的兄弟。哥的哥的。还偷兄弟，你看我动他，卖货！专业的兄弟，打他都没死吗？专业的兄弟，专业的是。房子里面，里面，来一个里面。准，我觉得准啊，厉害他们兄弟，嗯，兄弟两枪头，兄弟头直接就飞了，好看吧？好像没眼睛。哇，打了四枪，打了四枪，左边还有，我直接冲了，对面一个，对面炮直接压过去，两枪两枪，到了，到了，不知道，车子倒了，我左边有个开车的，八六，纠正啊，我看两个车。我今天全倒了吗？你这倒一个，倒两个，你那边倒一个，二边。男的，没事，架着他，我一倒。没人掉，没人了。好累，就一个。开车那个吧。对，开车那个，还有一个不知道。再往左走。他在这样跑，我看他在那边是绿线跑的。看到看两个，掉点。两个，打头。死了，哎，啊，那你把就看到这个图，就这个图吗？停了吗？那不是雷来了！我操，兄弟，你这个角度，哇，很夸张，兄弟，雷来了！就你们脸上那边丢了有可能？对，脸上丢了，可以拉过去吧？哎，哦，快进，快进仓库，兄弟！不，他这个车，这个车撞开了，撞哪个？不要踩拽了。打头了，打头！看你了，兄弟。对，左边有一个。打的现在，加油！受不了。这挂挂挂，这个是挂。看不清人。Hello， 兄弟，你妈死了。牛逼的挂倒了。其实一开始一直在忙丢雷的时候，预感就不是很好了，兄弟。我操，兄弟。屌不屌？这逼也不太对。打你那个也是吗？好肿兄弟，这四百多斤，他一个青龙啊，他一开始在那乱他妈丢雷就很夸张了。被踢了，被踢了，举报了，踢了。哎，那我俩被杀的，我理解，我俩被挂上。哇，最近喝水太少，今天先把这两升的水给喝了。哦，喝不了了。嗯、阿伟。哇、哦，阿伟。怎么？白银了吗？白银五，兄弟。真的好，那我俩找个地方抽烟抽烟。走，我还得重新开，我还得重新直播，那就很麻烦吧。你们知道怎么上来？那你为什么非要用这个呢？因为我没有呀。你大号呢？不是，我意思是你换大号不就好了呢？大号也定了够这个分段。我操！啊 ？OK， 我很久没打排位了，我跟你说了。大号也是个分段。在韩国比赛 CN 夺冠的规律又来了，那怎么去年没有应验在我身上呢？我们好像干到东部去了，去年不在仁川，哦，有道理，是吧？这次也不在仁川啊！我操，兄弟，你发现盲点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两波全攻了，啊，那是怎么样？打了个一针，你别死了，再往下。我他妈全打你尸体上面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全过去，全过去。看到阿伟啊！我操 ！OK， 就你一个了。没事，直接退。你连我都没退，我相信兄弟。哎，他妈！你还挺会。近点倒了，你还他妈挺会落，还能落到这个他妈石狮子后面，你还挺会落呗。
我感觉我不动他看不到我，是不是？哇！进屋子吧。来来来，让开。再来，我还一个。换左边走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就差右边。两个。他也有，他也有。阳台，阳台，阳台。哦，兄弟。回桶来了。我走了。哎呀，操兄弟！刚才那个一滴。比赛配置3070啊。这比今天还要抽象。我不懂。你们有没有懂哥看一眼群里3070，我也不懂，我点了小白现在，但是显示器是360的。右手拐角，右手拐角，右手拐角。跟不跟？不跟！我操！不是，我脸上有了，我脸上有颗雷，我不知道他掐的雷。兄弟，怎么说这不被我逮到了？我刚刚玩手机，一抬头就看见你，这不怎么说？我也看见了，这不看到了？这不我也看见了。你是从全程开始看的吗？嗯啊，嗯啊，我也看见了。哇，最色的不是一开始没打死，是把他妈阿伟拉过去把队友打死。哦，阿伟也满了吗？你看了阿伟是吧？啊啊！我跟你说，最色的是我看了武博这一波，牛逼。兄弟，那我觉得你得补一下我这边的视角，好吧？我觉得你也要补一下我这边的视角。你的视角不是我给你赌50块，绝对没我这夸张。右手拐角，右手拐角，右手拐角。不跟。不是，我脸上有，我脸上有颗雷，我不知道他掐了没。我觉得还好。不，我觉得可能是今天拍摄太累了，有可能啊，太累了，我是没打算好吧。我兄弟，你们还睡了一觉，兄弟，我没睡呢。我他妈就睡了一会儿。我睡觉被鬼压床了还。我跑左，跑左边去吧。这有人给他架枪的，小山上面。看上了，看上了。哪儿？最小上面的人，我打了一枪没打到。我他妈准备上了，兄弟，没打到。打了一枪没打到。我操！这个交流真的牛逼！我操！我都准备拉上去了。我就说我看看他打他两枪。我操！打到啊！管他！意思我朝他射击了好吗？牛逼！再加一个，左边阿伟没死。安全的。好，我操！两个残。我操！倒了倒了，倒一个吧。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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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倒俩了。有了。我看出来真的很累，好吧，今天都。今天都真的很累。今天都真的很累。哇塞！我五个。开车去黄县，两个人扛鸭吃了。雷！大概4秒。他脸上。右边还有一个，完了，可惜。这人小挂，这人小特，我跟你说。作弊，我举报了。作弊吗？作弊。真假的，举报。不是作弊，怎么可能这么打？这个怎么办呀？这个。路边的一。这个情况下。有了。这个情况下应该是有了。兄弟，再半个小时，12点，兄弟。累了，赶紧睡吧，兄弟。我直接回去睡觉了，我受不了了。要死了。不吃了吗？是吃完回去睡。今晚什么活动？做什么？吃饭、喝酒、蹦迪、按摩。那不睡了。那可以不用睡了，其实。快，还能再玩一下。快合眼了，现在。这还能再玩一下的。哇，被鬼压床了，很爽。今天，这给我吓醒了，太夸张了。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按摩刺激他的。按摩刺激到我了，我也想。哇 ，OK。说实话，本来我就不喜欢按摩，说实话我也不咋喜欢蹦迪，感觉蹦迪好累啊，感觉现在这些老了蹦不动了。这是个什么地方？这你好几次出去跟别人喝酒，去非要去夜店，都不蹦，都在那玩手机。然后来那种小年轻，他玩个游戏，我都不知道咋玩，我就要喝了。他的游龙在我脸上，兄弟。
一顿比划完，我喝。啊，又没人兄弟。老子遇到最变态的一个就是一个他比了个打电话的手势在这儿，然后指着别人问我喝不喝，他说嗯，那我就得喝了。我操你妈！巨变态，玩不了。我也觉得我们今天晚上打挺好的呀。剑指。我感觉有了兄弟。今天看到大家的实力了，我已经。绝对有。真的吗？有了，我真感觉有了。一定得开一局这比赛。我们今天这个实力只有几成啊？我反正没认真，好吧。我也没太累了，主要是。真的有点累。我认真不起来，说实话。太累了。嗯。看你好玩，兄弟，你看不看 Apex 那边的复盘？就开语音，我操，贼他妈好玩！我开语音，我刷到那个视频，战犯是谁？哎，什么？又知道了。在座的各位哪个少被喷了？差这一次比赛了。哎，我有空一定要去打打 Apex 比赛，感觉好有意思啊，兄弟。正好我还有点基础，去搞一下，绝对好玩。哇，兄弟！哇，兄弟！下来了啊，好地方兄弟。什么东西咋了？我一直以为上不去啊，因为他攀爬不了啊，就贴着墙下来了吗？哎、哇，那个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哇，兄弟，有了，又有了，又有了，又有了，全是优点，一晚上全是新发现，全是新战如。没有，我没，我对着这个东西我没有按过攀爬，知道吧？我没有按过跳，我一直在按攀爬。今天晚上大家表现的都很棒。哎，我学到东西了，真有了。每个人都有战术，好吧，都有战术，都在分享，没有藏东西，好吧。我没藏的呀。是我开中了。我希望比赛的时候，大家四车一来，送的时候，这个方向盘不要交给我。压力很大，你懂吗？四车一男的时候，我基本不会开。四男一车的时候啊，我基本上不会碰着方向盘啊。我跟你说，老子他妈的每次开这种车都是我开。不，我说实话，我 safe 都不敢按，我这么给你们。就是我看到有的时候四个人一个车的时候，我就不想上了，我一定会喊一个人，就是驾箱或者怎么样。之前打比赛他妈没注意，兄弟，突然就四个人都在车上了，全他妈冲过去了，我的贼烦。你不要待一会儿吧，就没一个人能想到就留下来驾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是 safe 都不敢按。我把车开过来，突然他妈的四个人都在车了，有车，啊，有车，有人，有没有人？跟我走一遍，跟我走一遍。刚不从那边开过来的吗？他漏了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快拿伞，有伞没？来来，大哥，大哥。他肯定要骂我是挂了。他就在右边滑了。你回来干嘛？你们回来干嘛？我真要运营吃鸡吧？不可以吗？哥哥，来车了。我那么喜欢你，罗子轩，你们都走了，你回来干嘛？啊，你是慧平的，老冲啊！他在开麦，是看到你 ID 了，然后再看的。可是我开的主播模式啊！你杀了我呀！那你也不知道是我呀？那你应该看我 ID 应该是乱码呀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咱俩盘明白给你。可是我开的主播模式啊，有没有道理？我看到你们的那个了呀，有，我现在在看你直播。哦，都走了，你还回来干嘛？有道理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他爆了！上车，上车，还在我脚边。啊，还有辆车，我走了。爹！哎我，脸上有辆车。我不捡空投，你放心。哎呦！喂！踩过来帮，踩过来帮，三个，好一个，我操，有了四个吗？这是，我操你妈，兄弟，我还好你们没，哎，还想上我的车不，兄弟？他自己出去被四个人扫，哎呦。阿伟，这能救吗？封个烟，封个烟，封个烟。救一下，再给你封烟。要救兄弟，后方拉了一个，不要点，不要点，走。哎，我操！哎，有上还有一个。不上，不上，不上，不上。有上，该拉了。好吧，好
边，剩右上的是吧？两个，这里一个标点，标点一个吗？完了，我怎么了？我死了。拉到上面去了。二标的就他一枪，哎，那个也拉上面去了。顶上那个。微微，你看到我有多想救你了吗？我看到了。看到我有多想救你了吗？完了，二位要被捕了。哪儿啊他的？我看到这个烟是要散了。我牛逼！看到我有多想救你了吗？爱你，你信？好恶心！这电路被砸死了。这什么？哦，哎，不是，师姐。哇操，兄弟，他妈师姐他坐这儿呢，在我视角里。哦，你们这个，你看我视角，你看我视角，这他妈吓不吓人，兄弟？老子真他妈服了。我标点。那个吉普很难。这一队到你吗？这队有点敏感。哇！这队怎么我们打了两个全军撤退了呢？好像都跑到一标了，兄弟。嗯。有人在跑那边，我打不到，看到了。三，一滴。别准了，微微。啊。啊！端午来了。有吗？这边说就雷，一边说。可能右边排的右边。这石头，我先把它压了。石头。接到。好的。我靠！哇操！怎么他妈四个人啊？完啦！这另一队。操！我以为最后一个了，要不我来救你了，兄弟。你那个打了可以来救我。完了，一斤没吃一晚上，兄弟 ，PNC。一斤没吃 PNC， 没办法，今天太累了，太累，兄弟，明天吃不了，明天太累了，明天吃不了。